在哪儿啊？我到家了。那怎么不接视频啊？今天有点累了。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今天的事，对不起啊。哎，都过去了，别说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明天下午要出趟差，然后公司这边你帮忙照应一下。明天下午？对啊。怎么，有事儿？没有，你忙吧。行吧，那没事你在那休息，我挂了。丁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走吧，我带你进去。好。我听说吧，这出轨的男人就像掉在狗屎上的钱，不捡吧可惜，捡了吧恶心。陈总，你是最瞧不起这种人的，对吧？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把该发到上海的升迁发到了内蒙，这损失点钱倒是小事，关键这会影响我们成品的声誉。有什么问题都由我负责。你负责那不就是我负责吗？在工作上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，我是希望你能给咱们公司的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我和司机联系上了。真的假的？怎么联系上的？我联系了我电视台一个朋友，他们联系上了高速，通过他们一个系统啊，在服务区找到了司机。太好了，多亏有你。陈寻，你是不是又乱发脾气了？你看把我们丁丁吓的。丁丁，你别生气啊，陈寻他这人就这臭脾气，我替你管管他，没事的。子欣姐，谢谢你。丁丁，我看你也累了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会儿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给盛总的文件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你再帮我看一下。哦，好。对了，机票我已经订好了，明天下午3点咱们到了直接跟盛总见面。好。我那边的人帮你挑了几套不错的房子，等咱们回来以后我就带你去看看。没事儿，我在你这住的也挺好的，要不我直接跟你合租好了，省得你还那么麻烦跑去睡朋友家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看把你吓的，我要真住你这儿，丁丁还不把我给吃了呀。哎，丁丁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到家了。那怎么不接视频啊？今天有点累了。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今天的事，对不起啊。哎，都过去了，别说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明天下午要出趟差，然后公司这边你帮忙照应一下。明天下午？对啊。怎么，有事儿？没有。忙吧。行吧，那没事你在那休息，我挂了。丁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走吧，我带你进去。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还因为昨天那事生气呢？我知道昨天可能是我太着急了点吧，所以跟你说话有点不太客气，别生气了。
陈雪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你说什么呢？因为温子欣？傻丫头，我都跟你说过好几次了，她现在跟成品就是一个代言人的关系，我跟她没有别的。我相信你，我就是太累了。累了就休息，我给你假，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，你想休多久就休多久，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，这总行了吧？郑丁丁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平时不都是最懂事的吗？干嘛在这种关键时刻跟我耍小孩子脾气啊？对不起。别是不想追吧？他需要冷静，我给他时间。下午3点，丁丁要做手术，你是他男朋友，你看着办。什么手术？他怎么了？如果你想挽回他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你应该去陪丁丁的，可是盛总这边我一个人又应付不了，他很期待这次见面的。我听说吧，这出轨的男人就像掉在狗屎上的钱，不捡吧可惜，捡了吧恶心。陈总，你是最瞧不起这种人的，对吧？你准备怎么办？哎，盛总。这是手术同意书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在这里签字。你的家属呢？